四川重庆一个农村，田野间有一座新坟，死者只得23岁。新坟背后原来埋藏住一段贫困农户的悲惨遭遇。四川省号称天府之国，重庆六年前更升格为直辖市。鬼魂在歌唱，伴随着你。距离重庆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永川市，人口106万。上个月，铿锵集记者来到永川市清风镇一条村庄，采访农村现况，发现一宗令人发指的人间悲剧。年年轻轻的哦，人也没得了，钱也没得了，哪一批两力量来把你葬哦？还要丢给我，我啷个带得了你娃儿了？你们是来是来凶来的吧？走的路啊。杨婆婆70岁，务农为生，丈夫是共产党员，9年前离世，育有3子1女。在铿锵集记者到访她家里5日前，她最小的新抱因为未满20岁就加入杨家，属违法早婚。由于没有钱交罚款，被村干部苦苦追逼，她最后抵受不住，终于原谅自尽。来了。你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吗？没在了。没在了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就是呢。你难不难过？难。你没有哭？哭了的。哭很多啊。嗯，我爸爸也撞了。你爸爸怎么样？他两个戴眼镜。他等于是站在板凳头上那里弄个这。那个当那个领子，那个树在那个头一根，他等于把那个吊起了嘛，他把那个板凳蹬倒了，不晓得蹬倒了那个脚要朝那方还是朝的那方，反正那板凳是倒起的，这是那个意思。他的物品昨天我们已经全部烧了，现在。都是那双孩子和那双拖鞋是他的，因为我儿害怕他误得不进我们的屋。没钱等于是没有花的，你看他屋头等于是逼着他干点劲。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增长，提倡晚婚晚育，规定合法结婚年龄，男方要年满22，女方要年满20。虽然政策实施了22年，但时至今日，农民早结婚、早得子、早享福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，违法早婚的情况相当普遍。也没生之前才晓不得要花那么多噻，一万二至一万五，等于他说你积极配合打比方，他规定你半年拿起或者超久拿起噶。好，他都给你烧4000，都是一万内。杨公才同太太结婚5年，个仔今年4岁。2年前，佢只系交咗4000元罚款，仲差8000，结果俾农村计划生育委员会假借开会为名召佢过去，将佢监禁，直至佢交多1000元罚款，村干部先放佢出嚟。太太上吊前一日，计生办一行10多人来到杨家逼他们交罚款。那天雨落得很大，他们都来了，来了嘛，我婆娘都喊我把门关得紧，我说已经现在看都看到了。所以那天来呀，他们就喊我催你催，喊我搞快点去借钱，要是你不借钱，我今天我们3个嘛，两口子你一个娃儿噶，你必须得拿一个人跟着我走。等于是他说的意思嘛，我们那些文化不高，就是老去关起嘛，干你不拿钱。
计生办的人来到杨家，见到杨公才养了两头猪，估计值1000元，于是催逼杨公才以两头猪做抵押，向邻居借住1000元还罚款，仲限他们3日内要还清余数，如果不是这1000元就当利息没收。这3天之内我找不到你了，7000块钱拿给你们，我那1000块又跑堂里头背回了，他都说我想不开，我那个玩儿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我上去通宵宵了，我大没看见过那么多钱，12000块钱，从一辈子没看见过那么多钱。我说那条是他们亲自处理，进了那个过年，你给那个底下签的一些是亲笔签的。拿一半过了年的来呀、啊，他们完全不得行。他说你今天不拿钱，那我都走不到路。邻居陈远川同杨公才相识20年，陈远川大仔在广东打工，一年有7000元收入，生活无忧。他一向都有借钱给杨公才周转，去年屋企装修，仲请杨公才帮手，而杨公才亦是靠做这类临时工维持家计。公司这个伙食太做得能，你那个那里做花捆的嘛，正式花捆的嘛。你那个那去做，他说做了做务工费，做务工的10多个务工的要1000块钱喽。你哪里弄多？计生办逼杨公才还的那1000元，就是向陈远川借的。他一心谂住杨公才可以卖咗两头猪嚟还债，点知杨公才用咗其中一头猪嚟办太太嘅丧事，陈远川好担心收唔翻呢笔钱。哦，钱佢还了500啦，还有500。好，我家里面还害怕，他如果是还翻那个，男女去想不通的话，我家里都败个了，败个了我都喊忘得了。妈，杨公才一家三口只分到2亩地，收成好，每年可以种到8担稻谷，大约卖到400多元人民币，12000元罚款，相当于他们种田30年的收入。2年前，中央实行减免农民税款，由每人每年100元减到50元。不过对于杨公才一家来讲，8担稻谷有时连应付3个人的食粮都不够，生活已经捉襟见肘，还要交税，简直是百上加斤。就是不够吃，他又没有甜头的。本来我们那些长期在外头住的活儿，要想多找点钱，单个都大，屋里农忙那些嘛都少住，回来住噶。粮食都打得少，都不够吃。今年子我还得到处借些米来吃。太太被揭发早婚嗰一年，杨公才遇上交通意外撞断脚。在医院住了9日，已经用了3000多元。他为了悭钱，未完全康复就赶住出院。医院头每天是4500块钱天，我带着出去。哪怕你今天都是交账4500都给你拿药，不交都没得吃我的。以前我们都是一般小小的凉寒感冒那些都不得去看。都给我拖，哪天拖好，实在是拖到走路走不动了再去看，因为就是缺少资金没钱的。我那时车已经开了刀，我输一个血，那么大的刀口我没输血。杨婆婆同三女同住，每日都在城里面拾荒，赚取1个几毫来帮补家计。我想起我的媳妇十八天了，我都在城里头捡渣子了，我哪个想得完了？现在他都死干去了，你看我儿子的点点大，哪个办了厂里那些金饰别个拿给他了？我想得。找你的对
懂钱多。别个的工资没得我的工资高，我的工资是最高，我那个儿比哪个都高。没罚款，我就是钱，讲究的是钱。你把别个憋急了，天天还有那个路走嘛？他只有死了算了，找这边的那个住了。你不憋他憋得死哦。之前的哪个没得银行的买一套两套房子，有些老来租门面那些。是的。他钱一千多块钱个月，千一二，还要加上两头的父母，还要加上朋友娃儿那些钱从哪个来的啊？打官司没钱的。又没得人得啷个打嘛那个，都只有像我就悄悄咪咪死了就算了。农民占中国七成人口，农村法规项目繁琐，而罚则条条村都唔同。农民冇钱交罚款，被拉去坐监，甚至好似杨公才太太咁走上绝路，并非单一事件。国520个贫困县，云南占了73个，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。云南省600几万人的人均收入每年在100元人民币以下，不少居住在山上的少数民族现在每日都要在山下孭食水上山，一日最少来回三次。食水短缺令农村卫生环境恶化，村民容易染病，一旦生病，这些山区农民就更加穷困。在城市里边的人都互相之间都有钱嘛，他可以通过城市互相活着互相用资啊，能够解决很多问题。但是这种小农经济比较平衡的地方，大家都没钱，所以一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大家就没有办法了。只要有一个人生病，那么一家人就贫困了。贫困的人根本进不了医院的，所以呢，在中国很多贫困的地方的农民死，一般都会死在自己的家里，不会死在医院里边的。李昌平在湖北省农村做了17年干部，最高担任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。三年前他上书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，反映农村面对的问题，结果获得总理两次批示，令三农问题，即是农村、农民、农业得到关注，又在地方实行过一些改革，但因为农村改革触动地方干部的利益而未见奏效。半年后，李昌平辞任党委书记，愤而离开做了17年的乡镇干部岗位。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，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惨场面，我除了失声痛哭外，无法表达我的心情。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，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，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，年年有新官，干部增长何时休？官取于民，民取于土，落在水上，打在泥上，农民怎么受得了？你离开就是有压力，你就。当然了，你要改革嘛，就是要损害别人一部分人的利益嘛。那么改革的力度越大，那么损害的人的利益就越多嘛。实际上呢，改革就是要还权给农民，还利益给农民。损害的呢，都是我们，都是我当时的同僚，都是我们干部的利益。够吃吗？生产的粮食够吃吗？拿走脑袋。哦，不够吃了，行了。缺多少了？点了一小碗，差不多一厘米了。哎，小家吃了个小一厘米。辞去农村干部岗位三年嚟，李昌平转行做记者，深入报道农民生活问题。三个月前，他又再次转职，帮一间香港非政府组织在内地农村做扶贫工作。以前是找老百姓要钱，现在是为他们做好事，心态不一样，做事情做得比较开心一些。你到社区里面呢，老百姓见到我们以后都非常的热情。80年代见到老百姓的时候，就像自己的父母，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好。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，
说实在的，有时候回家了有点怕。他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生产了一年，一点点的收获，你找他要那么多钱，一亩地要一两百块钱，两百多块钱。年纪大的人也要钱，刚刚出生的小孩你也要收钱。各种名目是越来越多。农村要发展基础建设，乡镇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干部人手。干部人手膨胀，对乡镇政府构成巨大压力，最终的负担都落在农民身上。就是合理合法的财政收入只能够解决我60%的工资，那么还有40%的工资要我去串收，那我怎么去串收呢？串收就是用自己的权利去，就灵活的去找人发款啊，或者怎么样。我要这么去做，不是我愿意要这么做，是我不得不这么去做。这可能是我们本身的那个制度的设计的不合理。李昌平上书中央为农民抱不平，唤醒了中央加强处理三农问题。这日他应邀出席云南农业大学发表演讲三农问题，来听讲座的学生座无虚席。80年代一亩田就是50斤粮食，50斤谷子，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就是多取少取放活。90年代是权力大举下乡了，重新管制农民。其实呢，税费改革啊，我们现在8.4%嘛，是不是？其实8.4%税费也是很重的。如果我们现在浪费是怎么浪费呢？是把我的口粮种子都把它作为税进来纳的。实际上，他的那个按真正按照如果城乡来统一来纳的话，他可能这个税率可能30%几，甚至40%几。农民身无账物，过去向信用社借钱，除了要有抵押之外，利息亦好高，变成越借越穷，有些甚至要被迫将牲畜贱价出售。农户很穷，也借不到啊，所以不敢担保啊。家里边，到信用大社里边借钱呢，他还要需要什么？这个存折啊，做抵押，还有什么大生学啊？住房啊，出地啊，把它煮熟了再喂。李昌平而家将扶贫嘅钱帮农民成立发展基金，教农民自己选代表负责翻基金管理。农民有需要就可以喺基金借钱，利息比信用社或银行低，甚至可以免息贷款。而家农民一旦生病或有急事，就马上有钱应急。民间的高利贷还是很严重的，用1000块钱用一年，可能需要300块钱甚至更多的利息，所以农民是越借越穷嘛。但是不借钱又不行，不借钱你有家里有急事嘛，你就非要借不可。农民杨公才的太太就是因为借不到钱交罚款而自尽。这日是太太死后的第7日，俗称头七。杨家上下并没有特别祭祀仪式，不过他们就为村政府另一笔无理收费而气愤。家人自己都是说自己去收，都不要钱。公社喊起来去收嘛，公社的喊起来，喊到那个地方去，喊他还要交2000块钱。你说那个道理？是吗？但是没把他还要钱了，是没得，要命他还有2条命，他捞起3辈子的命捞起去的说。杨公才按照太太外家的意愿，将太太土葬，但是大队表示土葬抵触法律，坚决要他们将尸体起出来火葬。如果杨家3日之内不将尸体火化，到时大队会派人强行起尸，费用就要算到杨家身上。本来那个对农村来说的风俗的话，长坟都是对农村人是不好的噻，对一个农村家属来说了。如果那些把当官的憋死了，早都把你搞巧，跑早都抓个巧，我想弄我哟。别理哇，这白钱憋死了憋死了，你没钱请当官的，没钱请干部的，这没哪个人称头嘛？或者这了一句话，在那都是官官相会。有的人无限的权利，农民呢，对于农村的呢，没有权利，是吧？很多资源配置在社会的强势，社会的弱势呢没有资源，是吧？我们各种公共政策
他对所有的人都不是平等的，他欺负了另外一块人，他保证了另外一块人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杨公才面对接二连三打击，显得六神无主。这大神真的还是每天吃龙大姐读幼儿园，他都是要想去读书，都是没得钱的。读现在读个幼儿园都是两三百，你说啷个读嘛？我们老百姓哪里有说得起话的能力嘛？我们没得好大个要求，只有要求他政府给我们一个啷个合法的解决，高矮点儿解决点儿就算了，嘎。中国现存众多法例，比如一孩政策及禁止早婚等，已经造成农村滥收罚款情况。杨公才一家不幸事件只是冰山一角。杨家对铿锵集记者表示无力跟大队对抗，只希望香港记者将事件曝光，让中央还他们一个公道。